中正方向的高弹跳要来考验一下游击手，拦截之后呢没办法再传，张仁伟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，所以拼出了一个内野安打。哇，我这个雨好像突然间又加大了。对，一号一坏，在球中间方向再出现一支安打。哦，这个半局中信兄弟的伟伟连线，张仁伟、林无敬伟都接连敲出安打，攻占到了场比赛安打连数。这棒打中在左半边出现了安打，现在看看几位跑者能够回来，张仁伟先回来，林无敬伟则是稳稳的推进上到了三垒，这个时候呢打下球队的第二分，分数要来急起直追。这个半局只要代打上来都成功哦。对啊，神之调度啊，代打上阵都是 hit。 看起来曾颂文在星期天对上富邦比赛挥完棒挥空棒之后呢，手有点不舒服，这个状况应该是好，这个好转许多了。虽然有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妍，欢迎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以及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